天让我遇见你，是不是一种学习？学着不去抗拒，什么是爱情？原来爱有一种很特别的频率，可以让心突然变得温柔。想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只要能和你交换真心。爱上你让我开始明白自己有多么勇敢，有多么坚持，有多么渴望投入你怀里。去抗拒什么是爱情，原来爱有一种很特别的默契，不用开口就能懂得彼此心意。爱上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只要能和你交换身边，那种爱的感觉就叫做永远。爱上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